坏掉。那如果今天照相机没有防水，那个照相机就怎么了？坏了。坏了，有没有办法再使用？没有。所以如果大家都有轮流，而且都有等待，照相机会不会掉到水里面去？不会。就不会了。你们比琪琪哥哥还要厉害哦。那呢，等一下我们要玩一个游戏，是我们有玩过的大富翁交通标志的大富翁。每一队都要先派一个人出来，那一个人要负责帮那一个队伍的小朋友跳格子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那其他的小朋友要指前方路口。